其实之前在网上一直流传着关于石头和冒险王的事情，我一直没有去深究这件事。最近看到一条视频，想分享给大家。大家看了之后，觉得石头和冒险王的关系，你们相信吗？这条视频中，刘小乐和刚子都在，哎呀，真是着急，怎么不把他们请过去问一问就知道了呀？看到这么多线索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希望 GA 机关能够早点查查吧。哎，这箱子太深了，来，找来怪宝宝。那土豆还给他搞了个狗。牛都给他拿啊。别乱拍。啊，明白没有？啥不是？妈呀，那关我屁事啊！我靠！不要乱拍，不要拍到他们。关我啥事啊？把你封了，封了就封了呗。这就住这里了啊！今天，哎，这个老板还这个老板还比较好，他那个啥，我操！你住这个房间啊？你们两个人啊？死狐呢？死狐呢？死狐不在这里啊？在这里？刚子在这里是吧？杆子，杆子，出来帮开一下车。